观众朋友，上集我们主要学习了回接弧圈球技术中的正手挡弧圈球、正手攻打弧圈球、正手快带弧圈球、正手反拉弧圈球、直板反手推挡弧圈球。对付弧圈球要按照逆转、地转和顺转的原则。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回接弧圈球技术。好，欢迎收看。同学们，现在我们练习反手快带弧圈球，先请看示范。直板反手反面快带弧圈球的动作要领是：站位离台较近，引拍至腹前，屈腕拍面前倾，身体重心下降，在来球的上升期盖住球体，球拍迅速向前方带击。横板反手快带弧圈球的动作要领是：球拍高于来球，盖住球体，在来球的上升期大臂靠近身体，以肘部为轴，手腕相对固定，前臂迅速迎前带击。好，同学们练习一下。贺飞同学，好，手抬起来一点，和球有点距离，这样能发上力。不错啊，实现。好，球板不要前倾太多，不要前倾太多，稍微有点亮出一点来。好的好的，不错啊。不错，很好。注意自己发一点力，不要完全接力，容球容易下网。好，傅雷同学。注意是快带，不是摁球，不是摁，往前把球带出去。对，有一点摩擦。啊，这个有点像那个弹打了，注意。很好，直线。带直线。用力方向直接向前，不要往侧，往侧是带斜线。好，这用力方向不错啊。好，李涛同学。手稍微收回一点的，收回一点，好像好，很好，收回一点的才能摩擦球，不要去挡，不要去碰。直线，用力方向，身体不要扭过来，再来，直接往前发力，很好，不错啊。不要弹打，不要弹打，击球太多了，注意摩擦，注意摩擦，再来。哎，不错啊。横板反手快带，稍微发一点力，稍微发一点力，摩擦一点球。对了，手上给一点劲儿，很好，不错，很好，直线。直线，注意身体位置啊，注意身体的方向，要冲着直线，身体稍微正面一些，直接往前发力，不错啊。请观摩横板运动员反手快带弧圈球的实战应用。
现在我们练习反手推挤弧圈球，先看我做示范。直板反手推挤弧圈球的动作要领是，在上升前期击球，手臂要先迎前，触球左侧中上部，向左前下方用力，变直线时，手腕要内屈，拍面朝直线方向，触球的左侧中后部，向前发力。好，下面请同学们练习。贺飞同学，再侧面一点，稍微的，时间早一点啊。傅雷同学，稍薄一点，挤球侧面，看准球。好的，李涛同学。要赶摩擦啊。注意拇指使上一点劲啊，不要管是食指，这样的球的基础球的部位都是上边，往侧面一点。好，吕涛同学下去多体会一下，何时同学。往侧面一点，再给球往侧面一点，稍微的。看准球，别在拍上打滑，注意别打滑，好球，看准，找好点儿。好，直板反手推挤弧圈球是推挡弧圈球的一种。它是用来对付较强的弧圈球的一种有效技术，用推挤对付弧圈球，就是我们上集介绍的臂转，可以使回球带侧下旋，弧线低，角度大，加大对方进攻的难度。直板反手反面弹打弧圈球斜线的动作要领是，站位近台，在来球反弹的上升期，拍面盖住球体，球拍面对斜前方，以小动作向前，并略带向下弹打敲击，动作短暂有力。直板反手反面弹打弧圈球直线的动作要领与弹打斜线基本相同，这时球拍面对正前方，直板反手反面弹打弧圈球的特点是动作幅度小，击球速度快，是在来不及用大动作发力攻打弧圈球的情况下，用来迅速回球争取主动的一项进攻技术，常常以速度和落点取胜。
横板反手弹打弧圈球斜线的特点与直板基本相同，站位近台，在来球反弹的上升期，拍面盖住球体，球拍面对斜前方，以小动作向前，并略带向下弹打敲击，动作短暂有力。打直线，横板反手弹打弧圈球直线的动作要点与横板反手弹打斜线的动作要点基本相同，站位近台，身体离台大约40厘米，引拍至胸前，位置稍高，球拍稍前倾，在来球反弹的上升期，拍面盖住球体，不同的是球拍面对正前方，用小动作向前，以前臂手腕发力为主，并略带向下弹打敲击，动作短暂有力，身体重心不要跟进。横板反手弹打弧圈球的特点同样是动作幅度小，击球速度快，是在来不及用大动作发力攻打弧圈球的情况下，用来迅速回球，争取主动的一项进攻技术。请观摩优秀运动员直板反手反面弹打弧圈球和横板反手弹打弧圈球的实战应用。直板反手反面反拉弧圈球是直板打法的新技术之一，这项技术可以增强直板运动员左半台的攻击力，能有效的回击打至直板选手反手位的上旋球，常可变被动为主动，反拉时站位要尽量以近台为主，退至中台会使近台快攻打法的特长受到影响。请观摩直板优秀运动员反手反面反拉弧圈球的实战运动。横板反手长焦削弧圈球的要点是引拍至身体左后上方，拍面接近垂直，在下降后期击球中下部，向前下方用力，先压后削再送，同时身体重心从左脚移至右脚。请观摩横板优秀运动员反手削弧圈球的实战应用。
横板反手长焦挡弧圈球是一种过渡性的小球技术，它的动作要领是站位近台，拍面稍垂直，在来球的上升期触球中部偏上，借助来球的上旋前进力，球拍快速向前下磕击，将球挡回，不宜撞击或摩擦。以上我们学习了各种回接弧圈球的技术，下面请同学们利用这些技术进行一下结合练习。好，贺飞同学，一点对两点。回接弧圈球练习是各种技术的综合练习，在直板回接弧圈球技术中有反手推挤、正手快带、直板反手反面快带、直板反手反面弹打、正手攻打、正手反拉、反手反面反拉、加力推、减力挡。在横板回接弧圈球技术中有正手快带、正手攻打、正手挡、正手反拉、正手削、反手快带、李涛同学、反手弹打、反手反拉、反手削等。练习时要突出练好积极主动的攻打弧圈球技术，如正手攻弧圈、侧身攻弧圈、正手对冲、侧身对冲等等。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特点熟练掌握一套对付弧圈球的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冲力大、弧线长、大本球啊、旋转强的弧圈球时应付自如。好，康丽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回接弧圈球的实战应用。观众朋友们，在以上两集中我们把回接弧圈球的技术就介绍完了，希望大家在练习回接弧圈球时要按照逆转、避转和顺转的原则熟练掌握一套对付弧圈球的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强旋转的弧圈球时应付自如。下集学习的内容是削球技术，欢迎到时收看。